好，看这里啊，这里一样比大小，比大小第一件事情，麻烦把这角度画成什么角？锐角。来，870度，1360，2720，所以说先把它画成锐角，先扣掉两圈，变成150度，变成150度，再把它画成锐角，180减30，对吧？哈，变成 sin30度。加行不行？第二象限 sin 什么号？正号。再来，老师 sin 30度二分之一。那不，不用算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其他不一定算得出来嘛。所以说保持 sin 30度比较原汁原味。一样，再考 sin 430，430太大太小太大，扣掉360度之后，变成考 sin 几度？啊，考 sin 几度？几度？70度，对吧？哈，来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比大小当中喜欢 cos 吗？不喜欢。cos 改成 sin 几度？20度，是不是叫余角关系呢？角度变成余角，函数变成余函数，下行不行？行哈。再来，这一样。h 1310度 a 太大太小太大，1360，2700，3180，扣掉1080度之后，回答我。变成 tan 几度？230度，再把它画锐角，180加50度，告诉我第三象限 tan 什么号？正号。基本上 tan 45度是几？一，50度比45度大 ，tan 会加大一，对吧？而讲过嘛 ，sin 考 sin 会小一嘛 ，sec 考 sec 会大一嘛 ，tan 一定吗？不一定，以45度的临界点。对吧？哈，比40度大大一，比45度小小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再来，负的2095度，太大太小，太小，太小，把它加回来，1360，2700，3圈4圈，加到几圈？6圈，2160度，把它加回正的，变 sin 几度？65度，是不是好了？所以说我知道这三个 sin 都会加小一。所以说谁最大 ？C 一定最大。C 最大的时候告诉我是谁？65还是30还是20？对sin来讲，角度越大sin越大，所以 C 大于 A 大于 B。OK。